今天这个场合非常难得，因为过去一个礼拜，李安先生回到台湾来主持第50届金马奖的评审的工作。那么前天晚上刚刚颁奖，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趁他来台湾之便，在百忙之中请他来到我们西子湾，跟仰慕他的影迷粉丝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最有经验的电影的艺术。那么我坐在这儿，虽然那个台上讲是对谈，其实我没有资格跟他对谈，因为我并非影剧中人，我是个外行。不过这个并不能阻止我成为一个影迷，所以呢，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家人，经常看电影，也在电视上看连续剧，那么各种各样电影都有看，反而是商业的电影比那个纯艺术的电影看得更多。所以我在此地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代表千万个影迷来向真正的导演大师来请教电影艺术的一些问题。那么李安先生他生于屏东，在作为屏东人吧，生于潮州，他的祖籍是江西，他在台湾读过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然后他在美国去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纽约大学，学过导演戏剧系导演组，学过电影制作研究所，得到学位。那么他的在1990前后他的一些杰作，喜宴啦、推手啦、影视男女啦等等，在台湾在国际上获得各种大奖，国际大大成名，后来也有理性与感性等等。那么卧虎藏龙呢，也使他的这个名气更加上升，后来还有断背山等等，这些呢媒体就报道的很多了，不需要我来再讲。那么我们去年都看过那个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开始老虎冲出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躲也没办法躲。可是他李安先生还有另外一面，他也编剧，我很高兴看到他1995年曾经编过《少女小鱼》，这个是不是严歌苓的小说啊？我那个电影我都看得过，所以这个李安先生啊，对于电影的艺术是有各方面的研究、成就与贡献。那么这次李先生来到我们西子湾，从最忙碌的台北到最悠闲的西子湾，当然有很多缘分。我首先就是要感谢跟李安先生伉俪认识的王怡君教授，我们本校的外文系的王怡君教授，他本来就认得这个李先生全家，所以由他出面邀请，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再联络，乃有今日大家有这个机会坐在此地面临李先生来听他讲艺术这个电影的经验。那么我个人虽然是这个影迷可是又不止一个影迷，我多少跟这个戏剧这样东西也有点关系。我今年出了一部王尔德喜剧全集，王尔德
啊，就是 奥斯卡·威尔，这另外一个奥斯卡了啊。那么他写过四本喜剧，我把它全部翻译成中文了，而且在香港、在台北，尤其像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也在舞台上演出了五六十场啊。然后我们夫妻啊，在香港啊，然后回来台湾定居。英文的这个连续剧看过很多，什么《Dallas》了，《Falcon Crest》了，什么《Shogun》了，还看过比较高级的《I Claudius》，还《Brideshead Revisited》，这些都真正的小说名著，改编成电视剧。日文呢，我没看过什么《毒鸡》啊、《阿信》啊、《战国三公主》啊等等。韩文看的很多，最近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论韩剧》啊。这个二月份的《皇冠》杂志上会登出来啊，什么商道、医道、朱门马医、大长今，我们都看过啊。华语的、清宫的那几张啊，三国啦、汉武帝啦啊，现在正在播的那个楚汉的故事啦等等，我们都看过。所以我对朋友开玩笑说，我要不看连续剧啊，我会多写三本书，啊，可是呢，我跟我的朋友之中呢，这个导演并不多，一个啊最熟的，现在很可惜啊，他已经去世，就是胡金铨，啊，另外那个舞台一个导演就是杨世鹏，啊。他也帮我导过《不可儿戏》，那么我作为一个影迷，同时我也写诗，所以我看过的电影给我灵感写成诗的啊，有这么几部，第一就是甘地啊，马哈特玛甘地，在香港看的时候非常感动。我前后写过三首诗来从这个电影的印象啊，叫做甘地之死、甘地纺纱、甘地潮海啊。那么更早我看过阿拉伯的劳伦斯，大卫连导演，我也就很感动，写过一首诗，也写过一篇文章。然后我们夫妻都很喜欢那个 Audrey Hepburn啊，赫本头的赫本，他后来生那个肠炎而去世，我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圣奥黛丽颂》（Saint Audrey） 啊，圣，我封他为圣奥黛丽啊。那么胡金铨去世的时候呢，我也写过一首诗，叫做这个《吊金铨》。金铨调教出来的演员啊，大半是这个武侠片啊，《龙门客栈》啦，《迎春阁之风波》啦，啊，《大醉侠》啦等等。所以我追掉他的时候，因为我看到电视上什么徐峰啦、什么石俊啦、乔红啦、啊、白英啦这些人，武侠的演员都来了，所以我很感动。最后一段，我就想啊，胡金铨去世了，那还留下一个什么呢？留下一轮古月，古月就是虎吧，所以我最后一段的句子是这样的啊：只剩下一轮古月，像龙门客栈的灯笼，高挂在明代的风里，朗朗照着众侠客，为救护忠良的遗孤，一夜辛苦奔走。在江湖啊，在前天晚上啊，金马奖啊50届的颁奖典礼上，李安先生最后以评审团主席的身份
出来讲了一番话，那么我根据报纸上的这个记载，说是李安语重心长指出，台湾电影虽有创作的自由，但是格局小，技术差，难成大气候，啊，虚了一点儿，哈，这个就是我第一个问题，请教李安先生，你讲这个话，啊，能不能再发挥一下？首先，谢谢于老师。我看他的书的时候，差不多很多你们的年纪，很久以前了。那最近很忙，没有做这个复习的工作，我感觉有点紧张。我在回答问题以前，我先要告白一下。其实刚才于老师介绍我的时候，漏掉了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就是我在高雄港当兵的时候，就在这个对面，先从旗津到二港口，一个跟我交往4年的女朋友先去了美国，然后就在我退伍的前几天，我收到一封信，这样，叫 Dear John Letter 哈，兵变。我那时候曾经有过就是往高雄港跳下去的念头。还好我今天在这边跟你们讲话到高雄港，不是当初我想象那个样子，跟你们告白一下。其实我对高雄港有很深的感情，那是我的纯真年代。我曾经在高雄港拍了一个渔民的纪录片，我那时候玩超八厘米，然后在那个之前，我有拍一部短片，其实就是偷用粉鹤人的内容，把它变了一下啊。我还用那个经验写了一篇我第一部创作的小说，短篇小说，啊，登在我们艺专的校刊上面。所以这个其实那段年代对我来讲非常值得回味。那金马奖它那报纸是这样哈。那你可以讲了很多，可是它篇幅有限，就是标题一出来的时候，常常会让我要到处去解说啊、道歉啊、流冷汗。谢谢老师给我有一个机会，这再申诉一下。我讲的格局不是说你要拍汉武帝啊、拍成吉思汗啊，或者萨德克巴莱才叫有恢宏的格局。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今天看到有4-5部台湾的电影，差不多中生代到年轻代的导演，他有一个共通的文化现象，就是我讲的有点虚。那你跟人家比赛的时候，你帮他推都没有帮他推动，说服力不够。我讲的格局是一种体格健壮的一种就是有格局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拍历史片或者场面宏大才叫有格局。相反的，我觉得其实电影要小要精准才做得好，你扯得很大的话，我不好意思反驳。比如说甘地那部片子，我觉得到后来我有点要打瞌睡，我觉得他扯得很长，反而前面比较精彩，就是他比较没有就是气度恢宏，可是到后来有点 boring。 我觉得我们台湾片哈，它的情感还有它主题的发掘，还有它不同于好莱坞架构的这种抒发哈，它的经营我觉得确实有可看之处。我其实看了很多都很感动，可是那个感动是连串不起来的，前一块中一块或者尾一块，然后你感动到的时候到结尾你觉得它很特殊很扣人心弦，可是它整个的推演并没有赚到，你知道我们英文叫 earn 哈，你要赚什么东西你要赚到哈，不能让人家去同情你啊或者帮你想，这样也不能你出来解释，你要一步很扎实的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到一个好的片子，那个累积的力量要强。我觉得就是一种筋骨一种结构，那我们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比较弱，不光是学校或者个人的训练问题，我觉得我们整个的教育系统
会造成我们比较在思想上怠惰的这种小格局，就是有点懒。我不好意思讲，因为他们拍的都很辛苦，每个故事都是可歌可泣，什么押房子啦，什么没有付多少钱啊，大家拼命啦，就很可歌可泣。可是这个你电影比赛不能够去让人家同情的，你本身气要足哈。那这是我讲的格局，第一个结构上它不够完整，不够坚固，站不太起来哈，几个大点。然后在剧情的推演上面懒惰，一厢情愿。那人家就是说，你从这个点推到那一点，你怎么让人家不睡觉？怎么让人家丝丝入扣？循序渐进的进入你要带到的主题，这个要下很多的功夫，要很扎实的。那我们这个推演的能力，我感觉好像是最弱的一环，他不会推演的。他这边有一块，那边有一块，怎么样从 A 到 B 到 C 到 D， 他的力量累积不起来啊，这是他格局小的地方。还有气虚的，包括说对白不太有营养，这个跟我们文化。我拒绝相信说现在台湾人的，就是说我们的对话，我们的文化素养是从于老师到我这代到你们这代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拒绝相信这种事情。可是不能够懒，不能没有营养，里面要有自己的东西啊。那这个在推演关系的经营上面不够精彩，就是因为我们不太讲话，所以很多的片子就是说大家不讲话，我就拖，或者给人家卫生眼白眼这样看一下，到最后情感要爆发出来了，就是让大家要很感动，那你没有赚到啊。就是这种情感的经营、关系的建构跟解构跟变化不够精彩啊。那其他还有一些别的毛病，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文化跟教育造成我们怠惰，或者有些东西想不通，那让我们缺乏就是竞争力。你拿到跟外面去比的时候，你会吃亏哈。你不能老是看靠民族的感情或者你一厢情愿的热情，那期望观众都就要说你好，那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我大概是恨铁不成钢了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得最佳影片的新加坡导演，他是吃台湾新电影奶水长大的。他去年还是前年还在金马奖的办的讲习班，还在做学生的。今年他击败四位大师，我都觉得很害怕。就说这个给他了，我们这个金马五十怎么办？有王家卫，有杜琪峰，啊，那另外两位都是很有来头，贾樟柯也是国际级的大导演哈。然后他拼命拍了这样的一部片子，很多人喜欢啊。那个蔡明亮不必讲了，都是 established master 哈。可是他新加坡，他等于台币1000多万拍的片，那么小的片子，他只是吸收了一些台湾电影的养分，新电影的养分，去英国学一点。他的片子真的很扎实，我可以挑出几个毛病，不伤很大局的毛病。可是他各种线路的经营跟布局跟发展非常的健全，你不投他都没有办法。那你去推别的片子，到最后就讲输了哈。那这是很好给我们警惕的。我真的很期望说，电影是反映社会文化的，不管你好片烂片，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在反映我们这个文化。那我连续看了这么多台湾片，都是有想爱他可是拉不到票的这种痛苦啊。我觉得我们值得警惕啦，有些东西确实需要加强，需要跟西方学习的学习，需要补强的补强，还有我们过去有一些好的东西，不要因为某种原因把它丢掉哈，要继续的经营，继续的茁壮。那结构跟环境的推演跟我们的逻辑性，这个是你要到世界上竞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的那个强健的体魄。那我希望台湾加油了哈。那我们那个风气自由啊，人待人亲切了，我们作为就是中国那种东方社会的那种传统，在这边自然演变，没有经过很大的扭曲了哈。这些都是我们很可爱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种情怀，真的是非常的动人。那我只希望说我们的竞争力有一点格局。
我想报纸不可能全部把我现在讲的都登出来。我看到这个李先生的这个导演记录里面，2009年是胡斯特风波啊，我个人对于这个摇滚乐也很有兴趣。那么这个 Woodstock， 那一年我记得是1969年啊，在纽约州的北部 Upstate New York， 有40万摇滚乐迷啊集合在一起，3天3夜听这个民歌手、听摇滚乐的音乐家演唱演奏，后来那一年呢，我也听了很多别的场合，后来我对那个Beatles 啊披头非常喜欢。那披头是自己也拍了几张电影啊，最有艺术味道就是 Yellow Submarine 啊，还有什么 A Hard Day's Night 啊等等，一共有4张片子，我带着家人去看，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啊，把情节都搅混了，那我就想请问这个李先生，这个 Taking Woodstock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有，我想，这个片子我要说明一下。它是我在拍完《色戒》以后，我真的很想找一部比较纯真快乐一点的东西拍的。那我在宣传《色戒》的时候，在旧金山有一个电台，就是 Taking Woodstock 这个人也在宣传他的书，我在宣传我的电影，就是我下场他上场，他就等于说斗胆吧，他就把他正要上节目介绍那个书就递给我说，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后来我看了，就是，很好玩。我觉得它里面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都以为说一般的人哈，讲到 Woodstock， 常常就想到音乐，因为它的音乐性太强，它是个音乐会，那很多乐迷就以为要听很多的音乐。那我看那本书，就是我感觉到其实 Woodstock 的音乐其实蛮烂的哈。它虽然是一个经典，因为它的环境非常的差，它是那个 happening， 那个时候叫 happening， 就像你们现在到春天呐喊哈，到那个到垦丁一样，一堆年轻人组织一个大同世界在那边，然后下雨，地巴就是地上都是泥巴啦，就是搞得又脏又臭的，那所有上去表演的人都说这是他这辈子演的最烂的一场这样。可是这样一个 happening 总结了60年代一个纯真年代的结束。余老师刚刚提到 Beatles 在 Woodstock 之后几个月解散， Jim Hendrix、 Janis Joplin 这些都是那时候的偶像，嗑药死掉哈。然后他在 Woodstock 2在旧金山的时候变得非常的丑陋啊，就是整个这个 innocence lost， 就是大家对于美国这个幻想，经过越战，经过民权的抗争、人权的斗争，民权和黑人的运动了，女性的这种的自觉啦的活动、平权运动，各种东西交集到1967年的时候，这是最美丽的时候哈，就是那些嬉皮啊，就是啊，然后之后就开始变质，到了1969年的时候。好像一个回光返照，在 Woodstock 突然就是最纯真的东西，这50万人居然没有人死，没有人闹，没有打架，没有什么东西，大家像一个乌托邦一样在那边凑在一起。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就像里面的主角一样，他根本
隐隐约约听到音乐，他根本没有看到舞台，他就是在那边混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在拍完《色戒》以后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我真想拍一部比较快乐一点、比较纯真一点的东西，来纪念一个纯真年代的丧失。啊，像于老师现在提到那个年代，还是感觉年轻了哈。所以我是这样的心情去拍那个电影。当然拍出来以后就变得没有人看，所以没有，因为 Woodstock 年轻一辈人没有感觉。那他这个里面他写的人就是一个同性恋的，他一个同性恋的关系在里面，其实他是讲一个 Woodstock 旁边一个家庭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是蛮触及到 Woodstock 核心的。去参加那个的跟主办人，我是跟主办人一起工作来拍这部电影的，都觉得说其实是很地道，那个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可是对于一般的观众，还有听摇滚乐的这种观众，他是失望的，他连舞台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很多的歌这样。所以他是我一个有一个混杂心情的这个一个拍片经验。我拍的时候很快乐，因为我沾染到那种青春的气息，那个时候我蛮需要那种气息的哈，也很需要那种快乐的气氛。拍完以后我也觉得很 proud of it， 我觉得啊拍了一部很好的，那就是没人看就是这样。我有时候在街上会碰到，在美国哈，有时候会碰到说喜欢这部偶尔看到的，我就觉得很安慰。通常有人这样走过来不好意思，我说啊不是，大概都是什么 Brokeback Mountain 啊，让他出柜啦或者什么这种很多这样。谢谢我拍这个什么，偶尔就会有说啊，我有去 Woodstock， 就是大概65岁左右的人，真的很到位，就谢谢你拍这部电影，那我就觉得啊，好安慰。啊，谢谢李先生。我们都知道，你也拍过。这个理性与感性，当然这本书呢是，这个19世纪初啊的那个 Jane Austen 的小说《Sense and Sensibility》改编的。他这个小说呢，也不像那个《简爱》了，什么《Wuthering Heights》怎么浪漫啊。也不像后来的小说那么意识流，他很理性啊，很理性。那么就是最大的主题就是如何把女儿嫁掉啊。那这个小说里面呢，其实跟戏剧有点接近了，因为他对话非常之多，对话也很精彩。那么听说你把是利用一个改编的脚本，是不是？那么有保留多少成分的原著的这个对话呢？有很多。然后这个片子的女主角也是她的编剧 Emma Thompson， 她是非常有才气的，就是编剧，所以由她来伸展 Jane Austen 的语言。其实还蛮到位的，这个不是我讲，就是我听到英国人这样讲，大概是很到位的。他那个英文是非常漂亮的。那既然改编是这个样子，其实好的小说很难去动它，反而不是太好的小说，比较容易做电影。那我通常会想动改编的念头，不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文学名著，而是因为。我看了他那个小说以后，或者短篇故事，让我想到要做什么电影的东西，通常是这样子，是受到了一些启发，是受到电影的启发，其实跟他文字本身的关系不深，反而文字关系深的话，我觉得宁愿他就是永远是小说，最好不要有人碰他，我也不会去碰他，他留在小说的阶段是最好。那他这部片子，他这个小说写的时候很年轻，是他第一本。可能也是他写的最不成熟，其实不算很好的小说。他写的时候才19岁，这1890年，他出版的时候是1990，啊，
就是从 Georgian 到 Victorian 到 Elizabeth 就是这个转折点的时候出版的，写的不是很成熟，有一些缺点，可是他的才气已经出来了。那 Jane Austen 可能是现代的英文，就是小说的鼻祖。以前小说不太有这回事情的，都是女人在写信的时候偷偷在那边幻想什么被白马王子救了、遇险啊什么，就是跟彼此也不会说发表的，就彼此沟通心声这么一个工具，就像我们中国的女书一样，就是小说的开始。那他这样写，然后改编的，就是开启了英国文学这个小说的这个开始，它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就是在 Jane Austen 讲到英国文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她是一个在待在家里的女性，喜欢幻想，有点像琼瑶这么一个人，当然她的水准比较好一点哈。那这样的一个小说，它的漏洞跟我刚刚讲的这是有一点虚，可是在做电影的时候其实是很方便的，你的文字账不会很大。那 Emma Thompson 她在改编的时候，她的工作很好，她的对白是非常扎实很到位的。我看了以后，就是我决定要做，接受他们雇聘来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我也很紧张。那我自己也下了功夫，我把它改编了很多，就是建议他怎么改，然后才开拍。我在拍以前在英国留了差不多6个月，这等于是进修，这样就是过去的老底子还不够用，所以还要进修，慢慢进入那个世界，把它拍出来。他我相信是相当忠于小说，包括读者不注意的东西，你觉得是他好像是加编出来的，其实他是因为他这是女人在不太敢写，又爱又怕给彼此传递心声的东西，所以他里面藏了很多东西，那编剧都把他挖出来啊，包括他这个 Colonel Brandon 跟就是他里面有一个人的情敌哈，其实有一场决斗，你看3遍都看书都看不到的，那他们也注意到他的言外之意，他都把他挖出来，所以他的电影我敢说比小说完整，发展的完整。当然小说，就是怎么讲，电影总是要看要卖座的哈，所以他在好看度上面丰富性。跟人物的可看性都有加强，你要照原书，那 Colonel Brandon 真的很难看，很 boring 哈，那个 Edward 也是很 boring， 他加了一些剧情，然后找 Hugh Grant 来演，哇，这就不一样哈。那结尾我觉得，其实我看原小说的时候，那 Marianne 就是 Kate Winslet 演的那个角色，她嫁给那个老头子 Colonel Brandon， 一个非常不 attractive， 只是就是给他们加钱了哈。里面就是讲女人结婚这件事情哈，就是 marriage 这件事情，跟他们的社会地位，跟他们的挣扎，讲这些女人的事情。她嫁给 Colonel Brandon， 其实她是最热情的、最感性的一个女孩子，做了最理性的选择，等于是帮她家人，帮她姐姐哈。帮他姐姐的男朋友 Edward， 就是说都搞定了，其实他是一种牺牲，那我看了会掉眼泪。然后他姐姐其实是一个 control freak， 不是那么讨人喜欢的，就是他到处要控制，很理性的这个姐姐。那 Emma Thompson 当然自己给自己写，就是他就讨喜了很多，这样又丰富了很多。那就是这个最理性的姐姐有一个感性，有一个非常 romantic 最romantic 的这样的结局。看小说的时候到结尾我有哭，这样真的觉得，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悲剧，可是这个片子是我唯一就是受雇来拍片的，等于是做功课一样。那我比较没有主导的，我没有办法把一个就是可以卖座的电影拍成像蔡明亮那样，我还没有那样的胆量所以我也就顺着他们，就是说啊，最后结婚都是很高兴啊，怎么这样子？这个对原著来讲是一种改编。那我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就敢跟他拼，这样就现在以前还那时候第一次拍英语片，只是想把它拍到位。我觉得真的 Jane Austen 她那个最后的那个
很感伤的那种，很真的很感让你很惆怅的那种调子，我没有拍出来，就让他结婚，就把他冲淡了。可是那个电影还蛮成功的，很受到欢迎，尤其是女性观众，他们看了就像 Hugh Grant 对他这样告白这样，女人看了都很高兴。不过我觉得这个片子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锻炼，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也就是让我觉得像刚才讲的那个是比较到位了，我也知道说一个电影怎么样才一个就是怎么样叫做到位这样。那我也很其实我拍过的电影我都是尽力，所以我也都非常 proud of。 它跟小说是有一点出入，也蛮不错啦。我虽然说最后是一个很快乐的结局，我还是在里面藏了蛮多东西。好，比如说在最苦的时候，那个 Kate Winslet 演的那个 Marianne， 她整个崩溃的时候，那个戏我就可以尽情的发挥，我要多悲就多悲。那结尾的时候我也藏了一笔，这也没有人跟我提，其实他是为了钱，所以最后一个镜头是撒钱。他们那个英国的那个时候有个习惯，就是说要跟大家撒钱啊。那撒钱的时候，就是说他其实是为了钱嫁给那个人这样。不过没有人注意到，这 K 那个时候19岁，还傻傻的往那边看。我说你不要往钱包看，保护他一下，要让他往另外一个方向看。算是藏了两笔了。我现在回想，我拍到那个电影还是蛮幸运的啊，练功练的蛮多，而且英文也练得比较好。还有就是说英国人他那个我第一次跟人家需要用辩解这样，而且用英文非常的吃力。我以前在这边受的教育不是有很多言语的沟通，就是一直都是听命令，听到有一天可以发命令了，就这么回事。就是你怎么样说服人家这件事情，我在那边有锻炼。还有英文的英国人的那种 dry sense of humor， 那 Jane Austen 很强，所以他们那时候选我还蛮有眼光的。我虽然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很害怕哈，他们那时候选我其实是看《喜宴》这部电影，还不是《饮食男女》，他觉得我有那种两面性，其实是Jane Austen 里面很重要的一种调。大家讲 Jane Austen 英国文学好像多正经一样，其实他的喜感非常的好，他的那种悲喜的那种交集的东西，我想人家在我一开始拍片大概就注意到我有那种两面性。去做 social satire， 他那种是一个社会讽刺剧， social satire 或者你叫comedy of manners， 就是态度喜剧这种东西。那其实我是在这方面是比较天生的，就比较会让人家注意。那时候人家雇我是为了这个，当然在文化上面我需要加强，然后弥补这样。我总算交差了，我很高兴。啊，谢谢李先生。这个《Sense and Sensibility》是女作家的杰作。那么《色戒》也是张爱玲的作品。你帮严歌苓又编了《少女小鱼》的脚本，为什么都是女性呢？我这个人男子气概不太够的，我一直在努力。希望拍一部男人看了也很过瘾的作品。我不晓得，我一开始拍父子关系，那我像推手啊、喜宴都是父子关系的。那我到台湾上演一看，戏院里面80%大概都是女人在看。但女人缘就比较强。不是说吸引女人，就是说女人会来看我的电影，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在我的父子关系里面看到什么，我真的是不晓得。那我讲个很有意思的，以色戒来讲，色戒我拍了，我真的很怕说冒犯女性这样。好，就是我怕冒犯女性，我怎么硬着头皮被批评。那就在台北首映的时候，
那个发行商他们都会在首映看观众反应哈，然后然后决定说你要怎么发行，用什么形态，怎么做广告。那他测试观众反应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看完以后到厕所里面去偷听，就大家在讲什么，因为大家很放松了哈，就是会讲，因为那个东西最准这样。结果看完设计以后，去男生厕所回来说，哇，像那个葬仪社一样，没有一个人讲话，就这样呆呆立在那边。那边小便就排队小便，一句话都没有，很沉默。然后那个女生那部分女厕所回来说，哇，里面像几千只麻雀一样啊，真的。所以我自己也很困惑。我一向就是我拍到大概饮食男女，其实我刚开始对女人戏很没有耐心，这样他们在想什么东西啊，我没有耐心。然后女人戏又化妆做头发很麻烦，这样有几根头发你就搞得你半天拍不了戏，这样就是衣服啊我也没有兴趣 啊衣服要怎么样。可是我拍饮食男女，虽然有些东西做女人戏不到位，出来效果就很好。那个时候我在明了说，其实我比较适合拍女人戏，我不晓得为什么。那当然再加强一阶就是到了 Jane Austen 的 Sense Sensibility，那是很非常女人戏的东西。你看到男人来观众都是被女朋友太太拖来看的，就很不愿意这样。不晓得，我就是女人戏特别卖座，然后拍男的就是同性恋的卖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不太分析，可能我就是比较多愁善感，我喜欢经营感情的。那女人看戏比较喜欢看感情，男人看力度，要掩藏感情的。那这样说也不对，像你说吴宇森的电影，其实是男性的 melodrama， 对不对？其实它有同性的成分啊，互爱啊，互恨啊，要飙狠啊，两个眼要对看啊，要两肋插刀啊，这种戏其实也是一种 melodrama。我不晓得他就是比较阳刚，那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不阳刚。我也认命了啦，拍了那么多。女作家有一些东西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她那个力道是微弱可是很强，就是跟我的人生经验有关。因为我这个人长得从小比较瘦弱，然后对很多事情会害怕。那我到了美国，那是少数民族，那个子又比人家小哈，作为东方人，所以对于那个微弱的力量发挥一种力量，我可能会有一种认同感吧，就是我实力上面我比较知道怎么用力，这是跟我的生活经验跟个性有关系。以色戒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东西，它其实是用一个，我觉得张爱玲在写的时候也是很害怕，它其实是用一个女人的性心理学，这样的女人的性心理去解构一个父系社会里面最荣耀最神圣的事情，抗战这件事情。那就是很奇怪，这女人一不合作，她一跟玉先生说走吧，就是说叫她快走，就是一个女人一个不合作，那么一点点东西，你觉得好像中国这个几千年的父系社会这种结构突然被抽掉了一根铆钉，好像整个就瓦解了。他那个巨力万千，可是是一个小女人这种做这种很不应该的事情，可是她有这么大的力量，她非常动人心弦。我曾经在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对张爱玲非常的愤怒，说她怎么可以写这种东西。可是她就像一个阴影一样，就是几年我抗拒不了这样。到我一得了奥斯卡，好，那个权力来了，我就马上要做这个东西，现在不做还要等什么时候？我没有办法抗拒。我想那是一个女性思路跟她们习性，在一个男性社会里面一种合作与不合作，就是她的合不合作跟她的思路，我觉得有一种在检验跟解构上面有很大的一种力量，它又是很微妙又是很巨大，我说不上来。我总是有那种感觉吧，那个东西蛮吸引我，这是我事后分析的，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拍，我不是有意识的。
我只是注意到我拍的时候女人就很喜欢这样，我就觉得老师好像替女性服务，我也很不甘愿。我想我现在长，就是我的成熟期来得很慢啊，我是幼稚期蛮长的。现在我想我很想要做阳刚一点，看看试试看。我试过一次是做绿巨人，这样也不太成功。我整个都爆成那个样子的，来看的还是女人比较多，也不太成功。我也拍得很用力啊。那卧虎藏龙是我第一次拍武打片，结果也是女人在打这样，两个女的抢一个男的。啊，我想还有一点是为什么我这样想起来，我觉得在我的生活的习性里面，好像就像我太太说，你们男人真的很啰嗦，你知道，就是说她常常骂我妇人，就我觉得男性常常就是犹豫不决，没有办法做决定，然后很啰嗦，然后女人其实比较痛快，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女人是比较下决定的，男人就像李慕白一样啊，这样一下那样一下，把女人都搞死了，这样很生气这样，我觉得女人的，尤其是果决的女人，对我蛮有吸引力的。那是我们男人跟我自己本身做不到的。我是一个好好先生，这样我就是本身很犹豫不决的。所以，我生活上的反应吧，我个性的反应也是我生活上的反应。那可能女人就很吃这套，然后看了可能很过瘾，我也不晓得。嗯，谢谢李先生。听说那个色戒出来之后，大陆是不能演的。有演，它版本不一样。啊，少了十一分钟。大概开头的时候，有些大陆的人啊，像广州这种就跑到香港去看。嗯，特别嗯。因此我就想到哈，那这个像我写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有一首诗，也写一篇文章。那么大卫连呢，他当然已经是60年代的事情了啊。他一口气啊拍了三部这个广角的这个史诗一般的。masculine 啊，第一部就是桂河大桥啊，第二部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那听说有人跟他讲，为什么你排斥女的演员啊？因为前面这两部没女性，嗯，那桂河大桥嘛是英国的这个俘虏嘛啊，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英国人劳伦斯跟阿拉伯的人。并肩来对抗这个土耳其人啊，那所以大卫连第三部呢，就接下来拍一部也是史诗一般的大戏，就是《Doctor Zhivago》啊。我是看的一个记者访问他的，这个大卫连认为这部小说。这部小说这个固然很伟大，可是中间穿插的很多并不是很有焦点，所以他把那些拿掉了啊，还留下了很多东西要入戏啊，所以呢这里面他倒是有女角了啊，一个是 Julie Christie， 一个应该是卓别林的女儿，是不是他叫做什么的？叫做Geraldine Chaplin。这两个人在荧幕上还不是大明星。另外这个男角呢，他又启用一个西方人也没有看惯的一个第三世界的一位男性 ，Omar Sharif 啊，埃及人。埃及的埃及人啊，埃及的，
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欢这个 Omar Sharif 啊，那你当年呢，启用这个 PI 这个主角的时候，听说你是不要一个有名的啊演员啊，你能不能再发挥一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说印度，我这么大一个片子，印度并没有一个16岁的明星，所以就不要想明星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所有的印度拍片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件事，就是你离那个宝莱坞越远越好，绝对不要去碰它，因为你碰了那个演员都不能用了，这样就是它就是那一套东西哈。所以我就一开始我就很笃定的，就是要找新人，因为反正没有明星哈。我确实也看过，就是他宝莱坞他们的几个可能性的，一看以后真的是我朋友没有骗我，真的不能用，而且转不过来的，所以我就新人，我就想说，新人是有这样的好处，他是纯真，然后你找到天分好，所谓天分好就是说他相信你，不是说他能演戏能耍宝这样，而是说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活在你的那个就是讲的那个状况里面，那个故事里面，而且很专注，这种对我来讲就是比较天才演员，他就像个小孩一样，很容易相信你。那这个东西你把它稍微 polish， 把它磨砺以后，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比较高的层次，像派到后来有一些很复杂的话，你要比较花力气。可是就于观众的认同，他一看到他就是派，他不会想是谁在演派，那这是一个好处。而且我知道这个戏要很折腾人的，所以我就是找新人来折腾他。他也不晓得，他大概以为拍戏就是这样。汤唯也是这样的，第一次在大概拍戏就是这样吧。汤唯更那个，他是有选挑了10000个人才挑出来的，试了10000个人。那这个小孩是我们大概试了3000个人，就也很幸运，就找出来。我们在每一个印度的大城都请一个 agent 去那边，就是到每个高中，我把这个角色我需要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长相，怎么样，我有就印一个表给他们，他们就大概知道我要找什么，就到每个高中去问说有没有人要来试演啊，有没有对演戏有兴趣的啊，就是这样一轮一轮的挑出来的。最后我有就自己去面试12个小孩，就在那个邦贝那个地方哈，孟买，就每个人我都花了很多时间。那这个小孩我一看就是可以，他没有演过戏，其实他是陪他弟弟去试戏的，就人家说弟弟太年轻，哎，看到你过来试一下，就最后变成是他演派。那我试的时候他是非常动人，我就跟他讲，就是说我就试他的戏，就试他最后讲那个第二个故事，那个戏他就慢慢讲了8分钟，讲到后来就哭起来了，就是说你看到你都会动人，你都会掉眼泪这样，因为我叫他的演法是你就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你把那个妈妈当你的妈妈，你的妹妹就当什么什么，就是每一个就是说你就把她当谁这样，他就讲那个故事，他就你看了那个故事就上他的身体了，那就是然后他的我们电影上相很重要，就是观众看到他的脸会有产生一种想象力跟关怀力哈，你就是你会替他担心这样，他是有那个长相，就 camera 一拍就知道他是属于很上相很有观众缘这么一个小孩，那就给大家看一看，到 studio 看一看，他们都蛮兴奋的。所以碰到他，我觉得，好像上帝说这个就是神，上帝说，这个片子很困难，不是不可能，你现在去做了哈，你觉得好像是哦，我们来做，虽然是一个挑战，但有的时候你没有碰到这样，你觉得连做都连想都不太敢想说怎么做。那你看到他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当初找汤唯也有这种情形，我想都是一种戏缘啊。谢谢。可是这两位新人你用过之后，汤唯还是继续发光哈、啊。可是另外一位现在现况怎么样？他去演了一个棒球片，可是他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他是在新德里长大的，他也不会游泳，第一个就要训练他游泳，可能海都没有看过的。可是他在我们台湾，他就很喜欢台湾，他最近还来台湾自己来这边玩。就是看我们拍电影，他对拍电影产生兴趣，他演戏的兴趣好像还没有做导演的兴趣大。大概他想做我做的，不是我告诉他做的事情。他现在已经注册转到NYU， 也是跟我等于我的学弟了，去学电影拍摄。演戏大概暑假演一演，赚一些学费，大概这样。他将来是希望做导演。谢谢李先生。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你看我们西子湾气候又好，风景又好啊、哦、是不是下次有什么剧情适合的话欢迎再来，尤其要启用新人，下面多的是。就怕取景的时候触景伤情，碰到伤心的回忆。那高雄我要讲一下哈，你们对电影的拍摄其实是最给力的，我觉得其实很有竞争力，还有你们的市长做事很有魄力，然后给电影的优惠很好，他就是离台北比较远一点哈，可是我自己也是南部子弟啦，我台南来的，我希望大家加油，能够把这个地方当一个文化跟创作一个园地。你们的市政府是非常用力的，可是高雄过去是一个工业区，所以不太容易哈，在竞争力上面比较吃力。那像余教授在这边教大学传播文化，大家在这边求学，大家加油，希望高雄能够是一个拍电影很旺盛，已经有那个样子了，电视电影还差一点，再加油。谢谢。我们希望李先生没有忘记西子湾，将来啊，尤其啊，法国的导演吕北松听的话，他的话就来过了啊。我是很鼓励，就是我。在国外的一些友人拍片的话来台湾，我就是拍了派以后觉得其实台湾什么都有，那我在好莱坞都做不到的，在洛杉矶做不到的事情，我在台湾把它完成，那我觉得蛮骄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工业跟资源人才其实并没有用到电影里面，如果用上去的话，像派这样一部大家都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其实我觉得蛮有希望的。我现在会推荐他们来，希望他们都有很愉快的经验。除了工作以外，我觉得我最 proud of 就是说，他们台湾随便跑，绝对是很好的经验回来。就说台湾这个地方真好，人真的是很好，那我就感觉非常的骄傲。我很怕带一堆人来，就是两边。不管是他们对我们，我们对他有一些不满意的话，我就觉得，心理压力很大。那结果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是非常 proud of 台湾，我会推荐人家来，那就是这样。下面还剩下四五十分钟啊，是开放给台下大家来提问题。由张景中教授和李奇芳教授来收集那些问题，然后送到台上来，再由我再来挑选一下，比较有意义的来问李安先生啊。我们稍微歇一下。问的问题非常之多啊，也有重复，大概有些问题，李先生也经常予以解答的啊。此地是个典型的一个问题，在追求导演梦的过程中，您一直坚持的动力是什么？有没有半途想放弃呢？当然有了哈。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其实我的经验不足为训。我真的是觉得说，我除了电影，我别的没有选择，我都不会干。我不晓得是说我的发展不平均，还是说因为我太想干电影，所以其他东西都漫不经心啊，或者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都不晓得。就是我一做跟电影戏剧有关系的时候，我人就特别灵光，不管是说我涣散的精神能够专注，还是说就看别人对我的反应，就一再的对我讲，我就是如果做电影，而且电影行业里面我只能做导演，其他也做不好。我就说有时候帮人家打工，早上去打灯，到下午就变成大家听我问我要怎么办，我就告诉大家怎么，我已经在导演了这样。那学生的时候我其实英文不太会讲，那一堆同学都是平等的，然后我在做别的工作，到后来大家就在听我的这样。导演这个工作很奇怪，就是从早到晚大家问你要什么这样，这是很奇怪的工作。那我就正好很适合，就是我在那边大家就来问我要什么，就说我要什么东西，大家就拼命去做。那有的人他要去求人家或者用很大力气，那我好像就是很自然的就会这个东西，就是告诉要什么东西，那人家会兴奋。那我觉得我有一种让人家兴奋，虽然我的个性比较内向比较害羞，我不善交际，不太会，其实我不太会跟人家讲话辩白这些东西，可是碰到跟影剧有关系的东西，我常常讲的东西大家就很兴奋，那不可能会把它化作可能，那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信仰跟动力。其实是被动的，不是说我有一个志愿，我坚持我努力。常常大家看到的是我坚持，其实只是我没有办法，我就除了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你们没有看到我太太看到我的样子就是了。就是我如果不拍电影在家里待多待两个礼拜，她就把我踢出家门，她都看不下去这样啊，去外面拍片好了，不要那个样子什么的，而且越来越严重。我曾经有就是说该去接小孩忘掉了这种事情，就是不太灵光。我也不很鼓励大家年轻人这样子，我觉得你们应该有点责任感，应该去赚钱，应该克服困难，要有毅力。那我本身不是这样，我觉得是被动，我好像有一种被召唤的感觉。包括我选题材，大家说我好像很勇敢啊，很有冒险性，每次选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是，就张爱玲来找我啊，我推不掉。我拍《色戒》的时候很恨张爱玲，我恨死她，我也不是她的迷。我说张爱玲的迷那么多，你为什么非找我不可？这样我也，你咋赶快滚？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好像是电影的奴隶。那我也常常被问到说，你怎么鼓励年轻人坚持，怎么要怎么样怎么样才会有力量像你这样。其实我很想劝他不要做。就是我碰到的，就是做电影或者任何艺术的，都是说你劝不醒的，他也没有办法，他也不晓得怎么样。那我这两天看蔡明亮，你看他那个样子，你看了都替他痛苦的。电影看了那么痛苦，可他没有办法，他非要在那样搞。那我觉得你如果还在问说我是不是也考虑的话，我就劝你最好不要做这样。那我碰到有些有天分的，从来也不听我的话，就他就自己搞自己的。那我觉得你做艺术也好啊，娱乐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精神、比较抽象的哈，不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去努力它就有一个结果，不是这样的。那我觉得你多少都要受到召唤，那个就是动力。其实我这个人很懒，很没有用。可是我一拍片我就忘记要懒了，我都忘记了，根本没有去想这些事情。所以大家觉得那种什么坚韧呢，对我不是问题，就是说他就是要拍片了我就忘掉了这样。那基本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我没有特别坚强的。我只是对电影这个东西有天分，然后特别的热衷这样。觉得是热情是在带着我走这样，其实我是被牵着走，不是这样。好，有一股内骨的内在的动力，其实不是这样。另外一个问题，下一部主题会不会拍大陆？可能会，可不是下一部。我下一部要想拍跟拳击有关系的一个片子。那于老师大家知道，那个 Muhammad Ali 跟 Joe Frazier 在70年代打的那三场拳，这样我觉得里面有很有意思的素材。我从开始拍派，我就对就是说这个上帝是什么东西？我讲的不是教堂里面的或者庙里面的那种神仙或者上帝，我讲的是一种人跟未知的一种自我哈，一种最深的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情感的联系，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一种 God 的现象。那我对这个主题还蛮有兴趣的，所以下一个我要做的是跟拳击手有关的这种比较历史性的故事。那这个大概又要搞掉两三年的，那后面我再来想会不会去大陆拍戏。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电影值得拍了哈，台湾的东西啊，大陆的东西啊。我来这边你就问我要不要来西子湾拍戏，我到韩国就说你什么时候拍一个韩国戏。英国轮到了，什么印度轮到了，对韩国有没有兴趣？日本人也会问，到处都会有问。那我现在的问题比较不是我下面拍要来想个什么东西来拍，是我到底要选哪一个这样。大陆当然现在的电影事业非常兴旺哈，还有就是说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这种素材，那永远也不会忘记。所以是应该有可能吧。我老觉得好像也欠台湾一部片子这样，还不晓得要选什么。我有时候真希望我能够活300岁，那什么地方都 cover 到这样。既然讲到这儿，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台湾精神，能不能说几句？什么是台湾精神？台湾最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很亲切，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我说真的是一个好地方，人好，政治不太好，媒体不太好。就是比较表面，大家觉得好像要活不下去了，要世界末日，快要完蛋了。可是台湾这个地方的人真的是很好，整体来讲，不是说台湾没有坏人啊。所以台湾的活力是什么？我出国以后回来，第一次觉得台湾交通很
很乱的感觉，可是好像又没有撞到的，每个人都有撞到。所以你要读到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这样一下，给他再啪一下，这样，然后也没有撞到，somehow就是也走过去了，这样。我想就是一种乱中有序的一种力量吧。我都说不上来。我觉得台湾真的蛮可爱的地方，我希望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自己能够保持我们这个样子。那我希望竞争力跟人家比的时候能够再强壮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电影，我刚刚还有讲，就是说我忘记讲的就是主题的经营，就是把我们那个活力叫 polish 出来。那这种乱中有序到底是什么，我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太乱了，有时候有点担心，尤其在政治上面，我觉得我们活力都在民间，而历史也在民间。我开始对政府不太相信，然后对政党也不太相信，然后他们在搞什么，我是感觉会很担心，我怕他们把我们的这种这么好的人的这些经历跟亲切，这么很感性啊，真的是很优良的一个，也没有经过特别的扭曲的这样自然发展的一种活力，这种很可爱、很人性的这种精神力量，把它磨掉，开始往那个 vicious cycle 就是恶性循环里面去转不出来。我最近这几年就是有这种感觉，我就是觉得很忧心，这样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讲。我在做事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刚刚讲过，就是我带朋友来，那台湾也没有电影的 infrastructure， 没有这种机制来拍一个这么大的片子，中型都没有办法。可是我们也在乱中训练年轻人，然后透过翻译七搞八搞的，就搞出来。我觉得在好莱坞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世界各地我都查过了，才最后到台湾。其实我真的很不想到台湾，因为台湾双方面都是看我的面子这样的。那我就要扛所有的东西，我根本没有办法有心情拍一部这么困难的戏，这样，那人情都还要还，这样，所以我其实心里面非常不愿意对拉到这边来。当然我也希望说能够给台湾制造一些 infrastructure， 你造一些东西，那训练一些年轻人，有些东西我带来的团队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最优秀的电影工作人员，我希望能够留一些东西下来。那我就是很担心，那水土不服啊，或者什么样，那结果他们出去都是就是舍不得离开台湾，然后自己会回来再来玩，这样就一个一个都是这样。所以你说台湾的动力什么，我说不上来。我只是希望说我们这么可爱的一个地方，不要自己糟蹋了，就这样。就像电影一样，那是说不出来，最好的东西说不出来。那你说台湾最好的东西，我也说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它很亲切、很合理、很温暖这样。那常常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都不是这股内在力量。那我很怕说量变变成质变，就是有一天那个上面的坏东西压到下面的好东西的时候，连质都改变的时候，我真的是会欲哭无泪这样。希望不要这种，永远不要发生。还有人问，李导演如此温文儒雅，这个性格内敛，怎么能在竞争剧烈的好莱坞得胜？我想有理走遍天下吧，大概是。我突然想到，我那时候拍完《推手》回来台湾宣传，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上电视节目，就是以前好像是中视还是哪一次有一个叫《女人世界》这个节目，就是赵宁跟崔丽欣主持的，我第一次上电视。那我这辈子碰到第一个上电视的问题，就赵宁说你这个样子不太像导演哦。那我就导演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刚刚讲说导演他整天就是人家问你要什么，然后你要告诉人家要什么，人家那个很兴奋的去做。我觉得就是那种比较霸气的这种，不见得是也可以啦。那有的时候我希望我霸气一点，能够让事情做得比较顺利一点。可是我觉得虽然那是我的弱点，那我也有我的可以说优点吧哈。我觉得做一个导演最重要，你的 idea 要很好，就你讲出来大家就开始兴奋，要怎么做怎么做，有种参与感。第二个，你讲话要清楚，你光骂人不行，他脑筋就糊涂了。你要把你的思绪哈，你要传达的东西能够用言语或者用各种方式去告诉你的工作人员，他知道怎么去做，不会制造混淆，不会迷糊。那至少跟我来拍电影不是为赚钱或者什么，他们都是对电影有热情的，他才会吸引到我这个工作团，那我也才会挑他们。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是在希望讨好我了。我觉得其实在我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里面，我不需要有就是比较凶的样子，要我凶也不太会像这样，我跟人家稍微过不去，人家就很难受了，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温和这样。我觉得是可以讲清楚的，所以我大部分是这样。那少数也有我忍不住发脾气的，有几次这样。那我发脾气的时候，我气我自己比伤害人家还多，这样受的内伤更多，所以我也不愿意，那个不是我习惯的方式，大部分可以。那我还觉得说电影因为是人想出来的，不见得说一切都顺利，有时候会碰到很奇怪的状况，一种阴阳怪气的那种状况。那有时候需要导演这样刮一阵台风，这样突然就才会 settle down 这样。那就像这个大气里面有刮台风的时候，那我就刮一下台风，还蛮有效的，对我本身是很伤这样。我基本上不是喜欢。就是我个性比较柔弱一点吧，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话讲清楚，让大家自动自发的去努力工作，这样最好。刚才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得不周全啊，让我插一句口。他说你如此温文儒雅，怎么能在好莱坞竞争剧烈的这个环境获得胜利？其实李导演得到的奖不限于好莱坞，对不对？因为还有英国了，还有德国了，那些人并不是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来给李导演奖的，对不对？对，其实因为我在美国，所以大家把美国跟好莱坞分开，美国还有独立制片，还有纽约帮跟洛杉矶帮，那这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你还不能笼统的说好莱坞。我想大家说好莱坞的时候，一个是出资的方向，还有发行的方式，它是好莱坞的大片场沾到的关系，就是比较强势发行的这种东西，主流，这个叫好莱坞，这个我是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系列的电影语言跟文化习性，这个是主导社会流行文化的一个很主要的力量，在我的电影语言里面有很多是跟这个有相通的。所以而且我在美国，所以很多人叫我好莱坞，我自己并不觉得我是好莱坞，那好莱坞觉得我是东岸的，是纽约帮的哈。我这个人的经历是跟很多人不一样，我其实蛮 unique 蛮独特的。我出来的时候是美国的独立制片来拍一个台湾主流的东西，我给中影拍那种主流的电影，那种家庭剧、伦理剧、推手喜宴，其实是一个主流的伦理剧。可是我又是美国的小型制片、独立制片这种精神去拍出来，因为它便宜。那在这边的话，就是主流发行是主流，这个跟好莱坞片子一样。那到了出了台湾以后，它是因为它是讲中文的，那个时候不流行，所以它是外语电影，它是在艺术院线。然后我们这种片子又会去参加影展，我这个人我一直不觉得我是影展，可是好像到现在没有人比我得的奖多的人，所以其实蛮奇怪。
那我的得奖跟我作为一个国片导演的认知有关系，因为那时候的新导演都是要跟好莱坞划清界限，然后在影展上面有一种斩获，一种认知，那是我们的 pride 啊，就是我们的骄傲。不光是说我们在艺术上面觉得有一种比较独立的精神，另外一方面也是说我们被好莱坞打压，我们不跟他同流合污，我们自己创一条路出来，然后也是必须的，因为你本来就不能跟好莱坞竞争，所以我也沾染上那种的心境。所以总共加起来的话，我就是好像什么东西都搭到。那有的时候碰到像 Taking Woodstock， 他就都没有人来看。那有的时候就碰到像卧虎藏龙，他就票房很好。也碰到绿巨人这样，我花很大的力气，非常高的这样，就好莱坞的这种制作。然后其实我拍了一部艺术片，因为我很怕被他同流合污，这样我拍了一部很不一样的。那也可能就是为了拍一部我觉得是在艺术院线没有人看的一部比较善良的片子，像断背山，结果他全世界发，那派又更奇怪了。所以他我一直在这种奇怪的中间地区游走，我很怕属于任何一个方向。你知道我完全搞艺术我也难受，我觉得跟观众距离很远，有点矫情。你让我就是适应大众市场，我也只能低到某种程度，所以我常常在中间游荡。这是我的我的一个性向，是它是自然发展而成的，所以我就很难归位。我常常觉得影评也不晓得怎么讲我，这样我也觉得很替他们为难。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归类，不晓得怎么讲。这样东西做久了，我也很希望就是说我没有很固定的根，不管是文化或者电影上面也没有属于哪一派。那久而久之，我希望不光是逃离哪一个跟哪一个派，而是我希望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 filmmaker 拍电影的人。希望大家接受吧，哈。我本人对于党派啊，对于这种门派或者特别有归属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可能跟我的生活经验有关系。我就年纪大了以后，我会有一种反感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他有很多混杂各种的元素，那我希望每个人去尊重别人，也希望能够被每个人尊重。他是一个个体，我不太喜欢就是说被简化。比如说你讲到美国要讲好莱坞，那他有可能十几种几百种不同的东西。那我希望在我们文明的进化的过程，我慢慢能够尊重个体，然后尊重他的复杂多样性，那我们也彼此尊重。我是希望这样子，我希望这样子被接受啊。还有一位问的比较特别，他认为《冰风暴》把美国家庭的问题，美国家庭甚至一般家庭的所谓 malfunction 啊和 struggle， 这是他写的啊。拍着斯斯入扣，以一位亚洲人来导演，令人佩服。那么他说，可是这部片讨论的比较少，请问你如何拍摄，什么缘由，有何心得？最后一句我没有听清楚。请问你是在什么样的动机下来拍的？有什么心得？冰风暴其实是我碰上的。我还没有拍《理性感情》以前，就看到这本小说。那这本小说也不是一个电影式的小说，它没有故事，它就是用八个段落写八个不同的角色，就是在 Thanksgiving 哈，感恩节这一天的事情，有四个是父母哈，然后四个是小孩，就两对父母，四个小孩这样的错综复杂的一个状况，这样最后是一个悲剧收尾。
那我会看到这本书，因为我的好朋友 James Shaman 说，哦，有一个新的 writer， 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欢看，要不要看一看？好，就是为了看书看，不是为了电影。那就是这个，这是他的第二本书。我看到第二本，第一个叫Golden State， 也是很好，看了很沮丧的一个作家，很有才华。那看第二本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电影看，我就看到，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200页的时候，就是有其中有一个小孩子，他在冰风暴的晚上，出去玩，然后被电到，然后电死了，就从那个。冰风暴嘛，就是所有东西都被冰封住了，然后他就马路上这样滑下来，就有这样一个镜头。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为了一个镜头、一个画面在我脑筋出现，我就很想拍那个电影。卧虎藏龙也是一样，就是我看到最后玉娇龙飘下去，就脑筋产生一个画面，我就开始很想拍这个电影。那其他都是后来过来的。那为了要拍这个电影，我就想要写剧本，想怎么把它组织成一个可以做电影的东西。我那时候只是想一个家庭结构，就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把它说一下。我觉得好像没有美国片拍过，就是说美国我们过去都是电影上看到，那我一去美国，觉得好像走进一个电影的布景一样，哇，这些人都是真的都活起来，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那我们以前在那边看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很崇拜美国的嘛，那现在就活生生的。那我不晓得说在电影其实拍出来的人生是其实很多很假的哈，只是说美国人他自己看自己希望是这样，有很多这样的东西。那我真的认识美国以后发觉很多东西对不上，跟电影其实是对不上的啊，所以我会对这个题材有兴趣，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美国电影。然后像我后面拍一部南北战争，我也没有看过那样的角度那样的电影，它是比较真实的。包括我后来拍的像断背山跟七部片是非常不一样，它是一个真实的美国，不见得是你电影上看到的。那美国引领全世界，它是一个，它的价值变成我们的核心价值，它是在 center stage 舞台正中央，是领导大家，大家就是就整个世界是established 建立在美国的好坏，他的价值观跟他的消费上面，啊，还有他的就是民主啦、军事啦，就是你这个世界建筑在美国上面，还有英语上面是已经很根深蒂固，而且影响非常长远的。我觉得不光是美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做观察美国的这样的工作，探讨美国这个现象，因为探讨美国等于你探讨了人类的一种现象。常常美国人讲是最不准的，因为他自己看自己都经过美化，所以这样的题材、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小说，然后他用一个冰风暴，就是所有的冰封又透明又反射又无奈，就整个 freeze， 可是又很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我看了有很大的感受力。可是我不晓得说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不了解，然后美国人也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情。我都是拿到钱了，啊，我先是拍完《饮食男女》，我就想去拍这个，因为它比较低成本。那后来理性与感性找上我，那当然要跟 Emma Thompson 合作，我就没有办法抗拒，就先把原先会的东西，把用英文演练一遍，就自己的技术上面哈，拍电影的手法上等于有一个升级。然后我就很耐不住，我马上就想拍《冰风暴》。我是在这种情形下拍的。我觉得外国人去拍一个电影，不管是我们去拍别人，别人拍我们也好，其实常常会比较精准，因为我们没有在那边生活，不晓得他是怎么样，也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都是靠研究来的。所以在写实方面，其实你像我这样用功的话，我敢说我拍的美国片绝对比美国人拍的精准。那是不是有美国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文化上面你要吸收的东西，文化的积习其实是更难的，考据是所有事情里面最简单的。那这个是我比较会下功夫。我拍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紧张，因为当我了解我在拍什么东西的时候， Oh shit 原来我是在 deal with 这样一个东西，而且美国人没有拍过。
他可能也没有看到那我拍的东西角度跟那个小说的本身也有一点出入的，他小说我觉得没有写到这个地步这样。那我也是硬着头皮，然后很虚心的跟我周围的人学习哈，因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长大的，所以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片子拍出来以后，在商业上是一个 flop， 就是也没有生意。他在我还有大明星 Sigourney Weaver、Kevin Kline 这些大明星哦，在美国上演，他的票房跟《饮食男女》差不多，所以他在商业上是非常失败。可是经过多年来，我发觉很多人看过，他对美国相当有影响力。很多人看这个就觉得好像被吓到了，就是他很准，然后好像掏到一个，难言之隐，好像被人家挖到了这样。我常常觉得说我拍外国片会不晓得，好像有一个解剖他，我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外国人看到是事实，一个现实这样。当然我想我拍电影还是有两下子啦，我想我今天拍理性感性，觉得哎呦终于混过来，还好没出事这样。然后拍冰风暴哇更紧张，人家现在人还活着，不是说古代的片子哈，像理性与感性不是说古代的片子，现在大家都还经历过才刚刚20几年都还记忆过的东西。那我在台湾生长，我也不晓得我是哪颗松哪颗蒜来算美国这笔账，我很紧张。而也度过美国人说拍的比他们还准，2部3部4部5部，我想哎呦好像还蛮会拍电影的这样，好像不是运气。就是我来来回回拍了，我发觉其实我混了很多东西。我拿东方的角度看西方，我也会拿西方的角度来检验东方。这就是我的人生。我觉得有时候跨文化它有一种不方便，真的那个功夫你自己要功夫要做足了，功课要做足了，要勤快。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实是有一种优势，因为你客观，你看得很准。那电影有 text 有 subtext， 就是表面一看东西叫文本哈，然后他们现在潜流的这种主题常常跟文本是很相反的，就是说表面下面是什么东西你要把它看穿看透。那对于外地人来看，他看穿看透很快，像我看美国他就是搞这个东西我看得很快，可是文本方面就是文化积习啊这些东西我就要比较吃力，那我就要虚心的学习就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个片子也是一个，就是虽然他在商业上不成功，我常常觉得会让美国人侧目，就是说介绍我说，这个是《冰风暴》的导演，这样，那我也感觉很 proud of myself， 这样是这样。